关注你。家里要不要回来买药？宝宝要拿口子呀。爸爸要拿口子。光去拿口子回来啊。拿口子就。要拿口子回来才可以跟陪我玩。等一下你会打针吗？打针吗？等你等一下爸爸带你回来，你要跟我玩呢、啊。那爸爸该打什么？打伞好不好？那爸爸该帮爸爸用到帮我们用照片啊，用阿公的跟我哥。跟我哥。黄宇，等一下你要不要跟我回妈家跟我玩好不好？好。你在家里睡觉啊。好，人家带回来，回来，跟你玩好吗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